不怕猫，这是谣传。一只小猫有啥可怕？壮起鼠来，把猫打翻，千古骗局。干什么干？爸，你脸怎么弄的？啊，轻点轻点。这我妈下手也太狠了。你妈多凶嘞，你们又不是不知道。这一天我们几个受他多少罪。爸，等我长大了挣钱重新给你找一个。他是我儿子媳妇。爸爸，等我长大了也好好挣钱给你换个老婆。爸爸，我也说一半。好，你们真孝顺。你们这些孩子怎么一天就乱说呢？你妈妈多好呢，真是白疼你们了一天。想起了父亲的背影，想起了脸。干嘛去？我挣钱去，挣钱买新衣服。选你们衣服穿了？来，你看看，妈妈穿小了给我穿，这我都能忍；我穿小了给妹妹穿，这我还能忍；妹妹穿小了又给弟弟穿，弟弟穿小了又给妹妹穿。你真会过日子。咋啦？这不挺好的吗？爸爸小时候和你小时候两个人一条裤子，谁出门谁穿。哪也不是，哪也不是。哎呦我的妈！哥哥，大了一个门呗。什么门？哥哥，这不是门，就这儿。有什么好处啊？老大谁爸爸？那不叫了，妈妈呀，哥哥不叫我，我叫我叫弯弯哭疼。不叫了，没法教。你可以用这个科大讯飞翻译笔教他呀。我怎么没想到，这么神奇啊？对。静香，老三又要挨揍。嘿嘿，姐姐，你在学校不好好学习，你干嘛呢？你干嘛呢？辣条来喽！老三呀，有人说是这辣条里边有泻药，我们都不敢吃呀。哥哥，你在这边开玩笑，你们快吃吧，我就不打扰了。你不能走。你不会相信哥哥胡说八道吧？我信，我非常信。爸爸，怎么你也在开玩笑呀？要是没泻药，你就把这根辣条吃了。这辣条十分珍贵，我一个小脑袋怎么能是辣条呢？你要不吃，说明这真有泻药。好，我吃。吃辣条多睡觉没事呀。不香不淡，味道好吃。你们快吃啊，吃啊，你们快吃呀，快吃呀，你们快吃呀。好，我也不演了，你们不好吃饭。妈妈说你们肚子里流水太多了，给你们泄泄火。我也不装了，我就是妈妈派来的，待会蹬三坑。啊，不行了，憋不住了。给自己笑。过年了，又来收红包了。去年来晚了，没敲开门。今年早上七点就到了。有人。来，新年快乐！过年好。姥姥跑不了了。张三坑，怕不是要坑老爷吧？老爷。老爷是个。老爷，你别跳，我不坑你。老三，拿过来。爷。好好，别摔着，完了。三坑异常慌哭。完蛋了，芭比 Q 了。妈妈，我带个妈妈当我大什么 Q 了？是你芭比 Q 了，不是我们芭比 Q 了。我们给人放在一小时录像是。渣渣是啥？那是蚂蚱。爸爸，我给你跳支舞，你就帮帮我吧。好，行。爸，这次的私房钱可用完了吧？多呢，我的私房钱多呢。妈妈，爸爸私房钱。张三坑太坏了。看过了他家的街头巷尾。爸爸，救命！哥铁大火。老三。天天追老。怎么回事？我给老四买的套路。老三抢过去就钱。有人。我也是弟弟，你为啥不给我买？你不是弟弟，你是张三坑，你成天坑我。行。看到你还是一下莫为花尘的容不迎不笑，不听哥哥学驴叫。
胡撒狂，虎咆哮，逗得老三哇哇叫，可笑可笑，关门放老二。弟弟，哥哥，大声言的那么大，咱和好吧，我不坑你了。和不了，绝交吧。为啥？咱俩八字不合。我张三坑，要回来了。我张哥哥完蛋了。哥哥，你把这个杰德奥特曼送给我，你不会生气吧？拿来，你走。哇，这样的激动奥特曼也可以当伴，我要这两个，你也不会生气吧？拿，钢侠，铁侠，我是铁之锤。爱上了阿天，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。一点没客气，太谢谢你了，哥哥，你给我了这么多，我给你点啥呀？给我滚！张三成。阿珍啊，爱上了阿强。我的后是下大威。张三康，哎，先别打，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，谁听哪个？先说好消息。好消息就是班主任又到我们夏令营了，五天。哦，三康终于要走了。天，我想去五天。我就知道有班主任，说吧。班主任临时有事儿去不了了，先给他来套组合拳。但是金老师有空了，他可以带我们去。你没忽悠我吧？你把报名费给我，我现在就收拾东西走人。500，我让你给家消停五天，500也值了。好嘞，我立马走人。我的妈！哇，好丰盛啊！老三出远门这么大的好事，必须好好庆祝一下。老爸，这是你最爱吃的榴莲，泰国进口的，你尝尝好不好吃？嗯，就是这个味儿。哎，你们给我留点儿。哇，这牛肉看起来也挺好吃的。那必须的，这牛是吃新疆牧场的草，喝天山雪水长大的。哇，这顿饭看来你下了血本了。这就太烂了，咋不动了呢？这个念，你不是去夏令营了吗？刚出门就听说体育老师请假了，改成英语课了。那你把500块钱还我。500？这不都在这儿呢。买卡了。What help goes to stand in our way？哥哥的防走光教室，你俩穿成这样是要干嘛的？我教我妹穿裙子呢，我也教我妹穿裙子呢。你看这俩没素质呀，这不全走光了？就是。那我咋办？你得压一下，这个手放这儿，这个手放这儿。我走在长街中。哎呦，你每次穿这种裙子，你不要这样晒你的裙子，这样凉快，要凉快你这样吗？你可以这样。还有。脚底下的，你再演示一下，他们是怎么点他。你俩看好了啊，双腿并拢，捂住。我操！我刷的。看我裙子，恶心恶心，恶心！教学失败，这么简单的题，简直就是送分给你们，你们都不要。我妈说了，不是我的东西，不能要。我妈还说孩子不打不成才呢，你要不要试试？你打呀，打我还奖励你呢。哎，这好事。奖励你一对银手装，外加15天体验房，包吃包住，待遇老好了。哎呀，我爹呀，我也不想动土，但是你看看人家静香，寒假作业早都写完了，你学学人家呀。人家静香他爸都升经理了，你升了吗？喂，咱爸也不差，经理哪有总裁厉害？我也不是总裁啊。你不是总备才吗？你都失业多久了？对啊，爸，我们都快开学了，你是不是也该开工了？别提了，之前折腾大半天去面试了才知道，人家那个岗位连个五险一金都没，浪费时间，找个工作实在太难了。啊，等你找到工作以后，你可得稳重点，别再被裁了。咱爸已经够稳重的了，每次裁员都稳重。咱能不能不提裁员的事了？没事儿，你多学静香他爸，做事要魄力点，就不容易被裁了。我没有魄力吗？有，怎么没有？破坏力杠杠的，工作高效一点都可以吧？咱爸能高效，搞笑也差不多。谁是最惨的？别叫我张三坑。叫我张德华算了，你能有我惨吗？带完老二又带你，带完你还有老四，好不容易把老四拉扯大了，又来个老五，月嫂都没有我有经验。你以为我容易吗？别人都把女儿宠成小公主，你这看看我，都被抱成老妈子了。没多个人的我还是个孩子。带一个娃子，废话这么多，谁帮我带老五？我奖励他草莓一颗。我觉得我可以再挺一挺。啊，你真饿了呀，一颗草莓都能看得上。哇，大气啊，老爸。
我还有一盒草莓，先到先得啊！我来了呀，老五来了！等着，我去叫小黄，小黄开饭了！我给他买个食物就好了。我的一盒草莓呢？给。谢谢你啊！哎呀，骂的是真脏啊！骂我了吗？不知道啊。到底骂没骂我？一天一小揍，三天一大揍，我都习惯了。我爸都没这么揍过我。听说你听，我也听说，就是我揍的。他欠揍，成语填空，什么死什么啊？你猜他咋填的？干死熊二。那他咋写的？打死老二。他当着他同学的面，一巴掌就呼我脸上，一巴掌就呼我脸上。你知道对一个十来多岁的孩子，心理伤害得有多大吗？有厕所他不上，还专挑红茶瓶子尿，完事还把盖盖得好好的。昨天我同学来家里玩，我都招待一半了。我同学说你家王炸是不是过期了，我还不相信。我尝了一口，哎呦，我越说越生气。你昨天已经揍过了，把这个撬了，别泼。